你问他在哪，他就到达到达。下去下去，快下去！干你娘，你还熬灯？干死啊！一个人爬过去，那里有一个粉红色包包，帮我拿进来。你是那个三栋请人支援一下，经理正义，经理正义，有看到吗？有啊，小心啊！你独立一包行，小心够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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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谢谢，你回得来吗？不行，那里面可以开门吗？也不行啊。好，等一下我救你，等一下。两栋，再把它关好这样。接包嘛。你来前面的，来这有线，来这有线啊。来对我先啊！你自己看啊！啊，你不讲啊！我问你，你要讲啊！有什么？有啊，有啊！啊，够啥？吸食器有无？打开给他看。拿出来吗？我在。这是安娜盒啊！啊，看啦。啊！啊！现在你头先配合我，我有给你机会无？有无？啊！我没有给你机会，啊！现在拢唔具备啊我。你卖个蛋啊！你卖个蛋啊！徐青师啊哈，我来讲，你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啊哈，我依法给你逮捕。一得保持沉默无趣的被记事会陈述，二得悬案辩护人，对低收入、中低收入、原住民或其他依法另得取得法律辅助者认定得失。第三得请求调查，有一支证据，案例有了解吧？有了解吧？有。来，出去啊！我来报道。好，二。张良干啥？不要动。哦，你买警察我就不要带，啊，你买警察我就出来啦。那你有没有喝酒？啊？啊，有没有喝酒？你讲话啊！昨天喝的。昨天。那还有没有证？嗯。几点喝的？站起来。来，喝一口气。你是我老婆，你干嘛？哦，你这个是干嘛的？我老婆，我跑了一点，到底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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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他挥个手啦，你要干嘛？会回头。跟他挥个手。先拍照，先拍照。我拍啦。哦，都拍。我再拍清楚一点好了。哦，是吗？哥，怎样？阿伯，阿伯教。
早上大概八点左右，我们同事在巡逻的时候，我发现一名骑机车的男子行迹可疑。那名男子可能也注意到我们同事在注意他，于是就闯红灯穿越过大马路。那我们同事更加起疑，认为该名男子身上可能有异常，于是就立即追了上去。那等追到那名男子的时候呢，他突然从身上丢出了一包东西。那我们同事立即将东西捡起来，发现可能是二级毒品安非他命，然后将那名男子带回所里，然后做检验，然后发现那一包东西果然是二级毒品无误，所以全案用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。